三一委员等一行到达天门之后，曾经参观了坚强的各项军事防务设施和炮兵阵地，并且在马山前哨瞭望大陆北区。他们并且在金门林务所观赏了各种的兰花、莲花和玫瑰花。今天他们继续参观了廖罗码头、长江发电厂。中午当他们参观金门陶瓷厂的时候，名画家郑曼青曾经应邀当场作画，他在花瓶上画上了一副病喜脸，为该厂留下了珍贵的纪念。